有没有人想看拖拉机？拖拉机，想看拖拉机的哥哥吗？瑟瑟表情抖一抖，瑟瑟表情抖一抖，让我看看你们有多想看。瑟瑟的表情抖一抖，瑟瑟的表情抖一抖。Like it, with me.
谢谢。这个是那个拖拉机，叫拖拉机 DJ 吧。拖拉机真的是最累的歌了。我加特林加不起来。小野猫不是最近不能跳吗？上一个麦序最后一首叫，最后一首找给你们，最后一首是 SAD 这首对吗？这首歌对吗？谢谢哥哥们的礼物。这首歌叫这首歌是第二个 SADENESS。我截屏啊，你们还想看哪一个？第二个，难道让我再跳一遍吗？You know you're crazy.
什么？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我没生过，我就中午吃多了嘛，不给我吃饭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以前也是个有腹肌的人，有一点点印子，就是最近胖了吧。肉肉的不性感吗？对啊，我以前有马甲线，就最近贪吃，最近贪吃嘛，是不是有肚子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到麦序时间了，给我的那个直播室通知点一点，五星无袖嗨翻天的预约，还有32强淘汰赛点一点，还有就是我叫小色桃。谢谢谢谢哥哥的天使么么哒，谢谢雨哥哥，谢谢天翔哥哥，谢谢护卫哥，谢谢道圣哥哥。加特林赶不上跳了，我下次过来跳吧。我叫小色桃，小色桃，羞涩的色。每次来我都会跳拖拉机了，没有时间喽，拜拜。